欢迎收看美眉浓里浓气。在早些时候 QQ 上有个小游戏叫做漂流瓶，虽然是网络上虚拟的，但与真实的漂流瓶一样，你可以在上面交友，也可以把自己的心事匿名说给陌生人听，既浪漫又不破坏环境。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个可不是虚拟的，也不是传统的只是能放一张小纸片的漂流瓶，而是能承载着一个大活人呢。这个漂流瓶是一个法国艺术家亚伯拉罕经历了一个月时间制作的，身长6米，宽2米，用各种材料制成一个瓶子的形状，瓶口就是它的出口，瓶子里应有尽有，宛如一个温馨的小家，有点类似于房车，却不如房车那样设备齐全。原计划把自己装入这个瓶子中，而后再不花任何的用度收费漂流到瑞士，并参加2017年瑞士瓦莱州现代艺术展。对于这个庞大的漂流瓶，很多人质疑，那么这么简单的瓶子想要从法国漂到瑞士，应该很难控制风向和洋流的方向，那漂洋过海成功的概率应该很小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请点击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